是他教换的。哦，所以我们白净生活管理科学当中世间第一等学问，告诉我们为他人着想，如何培养善心善性，最殊胜的就是消除内心痛苦的方法了。所以我们举例华严经跟普贤恨怨品以及大宝积经了。其实我们深入在华严经的世界，慢慢了解到是例子更多了啊。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呢犯了严重的罪过，还是我们对这个法呢，我们完全融入在佛法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量子力学微观是为什么大般若经呢，其实认入真正的法性，缘起性空，性空而缘起。所以我们了解到大般若经是性空，可是我们的缘起是一定要发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就是我们一定要为他人着想。所以探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德啊。这个福田呢，当初呢佛陀呢弟子生病了，他也是啊透过呢这个机会就鼓励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交换，我们只是一份真正的呢关怀的心，但是我们自然的透过量子力学，我们就可以交换融入了。所以我们真正的供养就是什么大悲心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一本白净生活管理科学啊，我们今日的南山历这么重要当中，也就是要让我们学习福田这个所谓的探访病人适时适度呢关怀的重要。还有我们过去呢像阿瑟斯王呢在观无量寿经也知道了啊，这个严重的杀父啊甚至让母亲父亲饿死呢，这一种罪过都非常重的。可是因为呢佛在大般若空性里面让我们了解到罪性本空，只要你了解到呢真正的性空缘起都在当下的境缘，无好坏全部都在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我们透过今日能够将地藏法会如此的圆满，期盼我们在此遇到任何的困境，或者是不管内心里面当中任何的疑惑，只要我们深深的一定要了解真正的八正道，我们要有正见正思维的观念，一定要能够更深入了解一切是空性，但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行使善，不断的去行使善，为他人多着想，为他人去做交换像我个人深入了解感恩的心之后呢，透过什么粉身碎骨，既然自己所拥有的是如此如此的丰富所以呢本具足就是在宇宙里面你要入法界，法界是本具足的，所以不管是罪性空性，所以灵性不会死亡，灵性不会生病，是要让我们知道呢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哲学在印证甚至于这个解剖学当中的这个人体里面的膜格非常多的部位呢，其实它都是刹那刹那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透过十的负九次方科技就这么进步了，甚至呢整个光速呢是十的二十三，甚至十的三十二次方，甚至整个 NASA 里面十的八十次方当中呢，其实科学已经无法再做这么微细的分等了那华严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课本里面也有我们也看到我们入法界品华严经最重要的是第六十五卷当中，这个是126个数字当中，我们最后126个不可思议不可转，也是代表什么十的负三七五八零九六三八七零零零零零零，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无法用我们大脑，人类的大脑是直线的，
就是A to B 这个一个点这样子直直的，其实它是非线性的，所以你只要从今日开始愿意呢秉持着为众生，我们看到众生好跟坏我们都一句阿弥陀佛奉送奉送给他，就像呢我们现在最近呢都很流行，就是说咖喱上去西风给了世界上去阿弥陀佛啊，强而有力。我们也期盼呢我们今日呢透过在念佛当中，将我们过去无知无明所犯的过错在这个世间第一等学问当中，就是怎么样真正的培养善心善行了，一定要送往西方极乐世界，坐上真正的莲花了。所以我们今日也期盼我们有肉体，我们透过佛号，我们透过阿弥陀佛，我们透过呢至他不二，就只有永远就只有这一颗如如不动的清净之心了。我们感恩今日透过南山内在家贝兰，让我们从春分至今，尤其是我们七月最圆满的孝月，也是我们结下安居的欢喜月。我们看到呢穆建莲的母亲呢这样子的批评三宝，甚至呢在地狱受这么大的苦难了，当时而且是佛陀注视哦，你看都救不了他的母亲。穆建莲真的是第一个神通的哦，可是还是无法救度，所以为什么会群策群力的透过在共生的当中呢，真的就救他母亲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地藏经的法会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到永明佛寺来，不管我们请你们受食，我们每次都会有请见在菩萨里面来供养的时候，或者是在受食的时候，甚至你们在为佛事当中甚至你们这么慈悲的众生的，就是我们所有十方大众的一粒米的布施，一个微笑的布施，一个做法会的一个清净的心的布施，种种都是没有离开大悲心哦。所以脸上无嗔真供养，那这一些都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呢不理解呢真正的空性的大智慧，就是要入真正的华严经的法界。我们有深入大般若经的话呢，了解是空性，可是我们并不是固执的顽空，是真的慈悲，凡事都在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将今日呢透过地藏经法会的大圆满，也即将会透过现在呢一样这个时间点，我们有更重要的信息做发布，也就是我们将行脚台湾。我们在十月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大概两个礼拜，十月六号开始，你翻一下，十月六号我们正式，我们就翻起来，我看就可以了，不用再拿下来这里。我们原则上的话，六号，对，十月六号到十月二十号，我们会有大概两个礼拜的一样行脚台湾了。行脚台湾有多殊胜呢？不管你现在呢，身为人，虽然我们空性哦，灵性不会死亡，不会生病，那因为这个肉体是父精母血架构的，所以我们期盼呢我们正式要启动了哈，大概春秋两季我们都会就这个中阴身不断的体验，在创造实相世界。所以你们会摄影的呢，我们到时候也希望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录制去感动人心啊。自从我们走了一圈呢一圈这样台湾回来呢，的确土地呢养生，那我们更感恩就是呢每一个地方处处都留着佛光佛号，遍地要开花。所以在我们此生，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精行是佛陀，让我们真正要来印证真正的精行三昧，所有的智慧都完全在自身。所以这个肉体了不起啊，所以我们今日呢将世间的第一等学问，透过我们的北传律师尤其是在这个南山立在家贝兰呢，我们从在家再出家，所有的清净功德其实我们都要往上品莲花。所以将今日地藏法会以及我们圆满的每个当下，都透过所有的群策群力的念经读诵拜佛清净开示，都要来回向给所有进入
点亮心灯的名旨，以及所有的历代祖先的往生牌位。更重要的是，十方法界众生、白净家人、历代祖先以及地基主常随众未来佛，我们同声开口，让此圆满的地藏法会开展出放无量同证菩提，也期盼所有的智慧都能够大回向回向净，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我们感恩今日呢，线上的所有白净家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地藏法会当中，了解到大愿地藏王菩萨最后的决定菩萨记，就是要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所有的十方诸佛的大愿力，也期盼我们暮鼓晨钟，将如此殊胜每个当下创造实相世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今日圆满法会，感恩阿弥陀佛。